他可能会丢 W， 站后面一点。来了，他来了。这波不要慌，给控制。来来来，你们在怕什么？来呀、啊，冲进去，冲啊！敢不敢冲？怕什么？我一个中单开团，我一个刺客开团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来，过来给我摸一刀，就摸一刀好吗？只需要轻轻点一下，这边有野。你在干嘛？打一下，护驾。怎么玩中单皇子了？这不是你们想看吗？给你们打一把，打亚索是吧？学 W 消耗就行了，跟他慢慢耗 ，W 换盾，不然学别的技能很亏，他有盾在。打亚索还是学 W 是最稳的。然后再拍他一个被动，吸一口血走了。打他只能三级再搞他，这样就不会被他白嫖了。我这个盾起码帮我抵消了200点伤害。这盾太好用了。啊，这兵多，不然他死了。这波我以为三分钟重开了的，我看他闪现，好像是重开的。一把很精彩的三分钟皇子中单教学啊，学到了没有？开打开打，这该不会又三分钟了吧？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单人吃个野再吃一波兵，现场能到两级吗？我感觉经验差不多，但是好像又感觉少一点，可以吗？我下次得换个扫描，我没试过，我感觉应该是可以啊，感觉得单人吃，一定要一起学 W， 他要耗我。哇，这蓝刀的伤害痛多了呀，小兵揍死他。小兵怎么不打他？对，他这波换血也没怎么赚的。这小兵 A 他有点厉害，我带三瓶药，他只有两瓶药，血量保持健康一点，不然容易被单吃。啊，我觉得还是带点攻速好啊。喝一口血。注意，这难道挂在我们身上的被动？要补刀了，对，就是这波要 EQ 他，他死了。再见，还走，下一位，不要给他打出被动就行了。W 只吃一段，吃两段就不能跟他打了。走，这波经验我压了他一波兵，一波到一波半吧，八个刀左右。但我可以卡六直接秒他，基本上你皇子打中打这种脆皮刺客的话。杀他一次他就炸了，这不我们没闪的话就不用想杀他，以压制为主，到六稳杀他的。我必须得杀他了，不然等一下他到六级我不好杀他。好了，机会来了，就这一波他要死了，给他打个被动好了，我故意给他刮两下啊，他死了，看到没有，我这波是故意吃他两段 W 的，我不吃他两段 W 他就不会上来，我吃他两道 W 他会 Q 我一下打个被动，这难道被动流血还是很夸张的。他这波六级的话我就被他单吃了，可惜他只有五。
走了，怎么不跟他打了？我得溜了。空不空这个 EQ 无所谓，你们知道吧？重点是什么？重点要有伤害。你打线上，你这皇子 EQ 有分三种，一种是有伤害没控制，一种是有控制没伤害，一种是有控制有伤害。但是一般来讲的话，有控制有伤害的话比较严格，知道吧？比较难，所以一般来讲的话，我们宁愿有伤害没控制啊，能秒人就行了，打得过就行了。不然你有控制没伤害，你杀不了他的。这难道到六级了他？这波我没点蓝没大招，不好杀他，人不见了啊。我这个 EQ 得留一下，再 Q 一下啊，看他走不走。我可以秒他的。等他 W 刮一下，对，让他来掐兵，再见了，哎，是吧？再见了，只不过是我们而已，这波没 EQ 到他，这阿木刚好还在他旁边，感觉有点伤，这波有点大意了，算了，不跟他打了。我们这个龙错率比较低，知道吧？他龙错率比较高，这就是我刚才没说的第四种 EQ， 就是你的 EQ 空了。抬走抬走啊，伤害有点低，我感觉我八级打一个六级木木还是出 AP 的，才刚好把他秒了。怎么演怎么会被木木追着跑呢？我假装去游走了。哇，你是真记仇啊。啊，为什么我打中路这打野总是会疯狂照顾我？我看有没有蜜桃吃一个。抹得了抹得了，等兵线回来吧。这难道没有啊？我这个血量够了。我来了我来了，我开着幽梦来了，我有 R 有点蓝有闪现都有，两个人头准备预定一下，来来直接跳大来群 R 风暴，哇这个 R 一个敢空一个敢闪，我不想掉血，我这波要吃塔皮，掉血的话木木来我得死，直接交闪就好了。好兄弟给个蓝，我来了我来了，拉一下仇恨拉下仇恨，别的拉跑了。来我们一起游一波下路，我有 R 了，这波两级 R 了，我点终极猎人大好的很快啊，70秒一个还 OK， 这个辅助大刀已经准备好了，群压风暴已就位啊，来准备好，这木木在蹲没事，他以为他是猎人，其实他是猎物啊，我幽默马上好了，插个眼里面，开启幽默，一个 QR 暴扣收掉啊，还有恐惧吗？来了回来了，他回来了，这 EQ 三杀就非常的 nice， 我的电线才打500点伤害，可以待会一刀斩。点蓝，几点开播的？你以为我不来？每晚六点，好吧，到十二点。斗鱼12313，村里鱼里都在等你。我说我是故意空的，你们信不信？哇太恐怖了这些人，别急等他眩晕一下，我要去单带了，这中路没法待了，我
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我打中对方上单来中的概率非常高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时候塔破了可以交换一下，让这个维鲁斯去中，我们去单带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我们不方便推塔跟守塔，但是我们方便拆塔，毕竟穿甲没眼了，回来分楼收一个，来，大好的快一点，梦魇飞了，梦魇恐惧一下，拿下，我待会就直接打地鼠了，女警呢？哇，四杀诺手，这诺手不好处理啊，这样有人闭了中路三个，我感觉我能三杀，你们信不信？他们有本事继续带啊，带哦，真带，看好我这波操作，我被眼看到了，不行，被眼看到就不好搞了，被眼看到的话，对面有焚化心理，你就不好 EQ 了，最好卡视野 EQ 是最好的。我这个单带牵制，他死了，呜，别站一起，别站一起，走开走开，引火烧身，补个黑切吧。这环子想操作最好要40冷却，满冷却最好，没有40冷却也要个30冷却。我打中就很随意了，就不太需要去参团，出黑切好用的呀。输出砖，你看我现在40秒一个大，就意味着我40秒一个头刀一个，我基本上 2A 他就没了。我看一下我能 2A 秒几个。对面这四个好像都可以，除了这个诺手，他可能会丢 W， 站后面一点。来了，他来了，看到没？他开的扫描过来了，可以打。这波不要慌，给控制。来来来，你们在怕什么？来呀、啊，冲进去，冲啊！敢不敢冲？怕什么？我一个中单开团，我一个刺客开团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我都秒了一个了，又秒两个了，这个时候才敢上，不用怕嘛，有我在，我这个伤害很爆炸啊！这队友去拉大龙吧，去，我可以上高地再牵制一下。我觉得你在犯罪，小伙子，算了，男刀要来了，来过来给我摸一刀，就摸一刀好吗？只需要轻轻点一下，这边有野，你在干嘛？挡一下，护驾，周西的感觉回来了啊，其实。以前伤害比这个爆炸多了，不要惊讶。这女警应该在这边，看好。我说我真没有开，我只是看到了，你们信不信？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请点击一下右色的右上角的爱心的举报啊，下次想看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。翻越猎手加强的有点多，直接出一个吧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诺手也可以秒。看他敢不敢拉，哇，这女警反应还有点快啊，哎呀，还是以前单体伤害好，以前二出去必死，闪现都躲不了，
假装追火男，算了，就真追火男了。来个三速血吧，加强了，我还没出过呢。其实最后的话，对面这个阵容的话，可以补个板甲，增加一下坦度，又有伤害，还有移速。感觉我伤害打满也能秒他，我有叶刃在，来一我叶，啊没了，那没事了。木木，这边好怕我。这正面不好 EQ 啊，有视野在，把塔先卸掉吧。快点闪，哇，三个控制全过来了，直接趁他们没反应过来的之前就偷偷把女警秒了。哇，这闪晚一点直接死了，投降了，还可以吧，这把中单皇子熟悉的感觉，太帅了。